从结构来说的话，那么它就跟咱们文字学所说的那个字框概念有一些不同。那么，书法上讲的这个字框呢，它包括一个两面的包围的字框，三面包围的字框，还有全包围式的这种字框。那么两面包围的呢，咱们可以看一下，在一个方格当中，那么它有左下包围的，左上包围的，那么还有右上包围的，右上包围的，咱们单独的再拿出一个字来，再写一写，咱们看一下，那么这一类它在书写的时候要掌握一些什么样的要领和书写规律。啊，大家看，秦隶碑上有"思"这个字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大家看它横画写的非常的瘦，竖画写的非常的重，这样呢，产生一个横竖的对比啊，横竖的对比。那么它中间所含部分，大家看，感觉非常的饱满，而且所含的部分呢，超出了上面横画的宽度。而是向外推，那么这就是他书写的一个特征，就是说，像这种右上半包围的，像横折钩这种，咱们从它的起笔处向下引一个垂线，那么你里边它所包含的部分，就要放在这个垂线上，咱再画一条线，把横画的起笔与钩的收笔画一条斜线。那么这两个有一个交点，这两条线有一个交点，那么这个交点呢，就是要写的部分的一个中心，啊，好，我把它写一写看一看，一个短横，口字，短竖，横折，一个短横，啊，那么它要写的部分就要放在以此为中心来进行安排。说我不遵循这个规律，我把它写到里边去怎么样呢？大家看，横折钩写的没问题，我把它写到里边来，说我就要以此为中心，以竖画的中间为中心来写这个字。好，大家看，我把这个字写完了，大家看，你感觉这个字完整吗？不完整，感觉这边好像缺东西是吧？这块好像缺了一块，觉得再加一点就合适，啊。那么显然，如果以横画的中心作为中心线写下来的话，那么这个字是不合适的，啊。好，我再写一个，说那么我把它往外再推一下不行？我推到外边去，是吧？你说这条线我不管它，我往外边推，我写到这儿来。大家看，这个字中间留空太大。啊，再比如说“云”这个字，挑出去。大家看，注意这两条线，一个是这个起口线，这个向下引的垂线。好，这两个点就写在这个位置。大家看。就是说，你稍微的有一点缺陷，但是写在这个位置，让我们视觉感觉没有大的问题，啊，没有大的错误。好，咱们再看三面包围的。三面包围的字框，有上、左、下包右，还有左上右包下，还有左下右包上，这样三种情况，没有这一种情况。说这个有没有这个上右左这样包着？没有，这种没有，啊，这种没有，它只有三种情况。
好，咱们逐个来看一下。一个是上、左、下、包、右。那么这个字框呢，一般的，你包括流体还有颜体，它在处理的时候，都不把它写成这样一个三面包围的方式，它都把它变成一个上下结构的，变成两面的。就是说，你看，它把上横变成一个点，变成一个横点。那么流体直接就变成一个竖点，变成这样的一个上点，啊，它这个左侧竖画，然后重新起笔写横，就是把这个三面包围的这个外框书写的难度给化解了，啊，把它拆开了，变成了三个笔画，这样它就简单多了。那么里面的部分在安排的时候，就完全是等于把它排匀了就可以。好，我把这个字写一下。上面一个横，短一些。第二个横画，稍微长一些。第三个横画再短一些，竖画写重。墨一横稍微长一点。大家看，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它写的笔画几乎没有变化，直接拉着就写过来。啊，没有什么太多的粗细的变化。好，竖画，把笔锋藏起来，等于写一个短竖了啊，等于写一个短竖，也不做姿态上的变化啊，直接就平铺直叙，直接写过来。哎，接一个横画，最后稍微收笔，大家看，这个字感觉很大，撑得很满，就这么傻傻的待在这儿。啊，那么这个呢，它在与其他的字搭配的时候，它就起了一个稳定。它这个字写的很稳，全是横竖交叉啊。好，这个那么既然它没有变化，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大家看，它全是横画，这边全是横画，是吧？所以横画与横画之间的这个间距要做到匀排，要把它排匀。就大致相似，这个相同不是说我们拿一个尺子量一量丝毫不差，而是在视觉感觉上的空间的相同，间距的相同，用我们的眼睛来控制。那么这些流空也不要太大，这些流空都要注意这两边的协调，两边的协调啊。那么这个字框，我再把它连起来，就是。它的全部连起来作为一个三框啊，三面包围的形式，我写一写，大家看一看。一般的，你看这个，如果我把它写平的话，它很容易呆板，因为它就是这样一个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处理的时候，一般把上面这个写的稍微短一点，让它变成一个梯形的样子，这样里边的部分咱们可以安排的更生动一些。好，短横。先写里面的部分，我稍微的在粗细上，在角度上进行变化一下。好，左侧接这个竖画，提笔，收笔，收起来，啊，那么这个写的稍微的，有一个斜度，这样它感觉，视觉上。感觉要生动一些啊，这个书写是有难度的。上包下的这个，咱们一会儿再讲。先看一下下包上。下包上的呢，它这个有一个外框，就是竖折过来，然后再接一个竖，这个外框，啊，这个外框的书写。本身没有什么难点，但是它里边加上内容之后，这个字就有难度了。你比如说“优”这个字，撇折，
因为它里边有内容，所以咱们在写的时候要稍微的把横画向外倾斜一下，然后右侧稍微正一些。好，这个字我画一条线，大家看，就两侧这个边框的高度不能超出整字的二分之一，要在它的二分之一以内。超出二分之一了，这个就难看了。好，我写一下。我写的跟他一边起，大家看，哎，这个字感觉就不太舒服，但是隶书里边可以这样写，在隶书里边可以这样写，在楷书里边这样写的很少啊，但是也有，在魏碑里边也有这样写的啊。那么在唐楷里边，一般的写成这个样子啊，跟这个样子差不多。因为这两类字框，它的这个汉字里边的字数特别少。所以我这样呢，一说一提，当大家遇到的时候，你知道哦，这一类字框应该怎么处理，这就可以了啊。它也就几个字旁，那么几个字，那么像这个上包下的这一类，相对的要多，所以咱们一会儿单独的来讲啊。好了，那么上包下的这一类，大家看它有几个。典型的字框，一个是风字框，童字框，周字框，啊，这都是它非常典型的字框。那么这一类字在写的时候，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下边咱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啊。先看风字框，风字框字帖上有几个字，一个是风，啊，还有这个凤凰的凤。大家看，他在写的时候，两头上部要宽，下部也宽，中间上会收缩，好像咱们这个用的缠线的那个轮子一样，是吧？两头粗，中间是细的。啊，这个写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特点，不要把它写成一样粗，啊。那么这样在写的时候，从字的写完了之后，总体看它的结构形式，大家看，它还是呈上面窄、下面宽的这样的一个梯形，啊，这样一个梯形的样子，啊。但是这个是不对等的，就是不是等腰梯形，它稍微的有一些形状的变化。这个写的过程当中，需要咱们用眼睛来掌握。我们从上部向下画一条垂线，从上部的宽度向下画一条垂线。大家可以看，画一条垂线呢，这就产生了这个一个宽跟它的长，宽度跟高度的比例，你看接近于多少呢？大家注意，这个比例接近于3:2，3:2恰好是黄金分割率。黄金分割率的那个值是0.618，这个比率在切分的时候最符合人的视觉的审美。好，总体上咱们这样一说，咱们再看具体的字。大家看风字框的书写，颜真卿在处理的时候啊，他把左侧的这个撇处理成回缝，就是类似一个弯钩的样子，啊。向上回缝，然后横画。好，横着弯钩，挑的时候向上挑，向上挑，啊。那么它里边所含的部分，大家要注意了，因为它下部，你看这样写完了以后，下部这个空白相对的大一些，所以在写的过程当中呢，把它里边所含的部分。要稍微的向下推一推，啊，不能写到里边去，全部写到里边去。啊，一个短横，然后一个口字，把这个向下推，因为把下边要补空，
这样就显得很饱满，啊，显得很饱满。说我把它写到上边去，我写到里边去了。大家看，下部留出了大块的空白，这样显得不合适。那么颜真卿他不这样处理，他都把里边的部分稍微向下推一推啊。这是风字框，在写的时候要注意，就中韩部分下移。好，这是风字框，咱们再看同字框，因为这些字框很容易把它写板写死，所以他在处理的时候就力求去打破外框的这种呆板，所以他写的时候姿态就特别多啊。大家看，他写这个的时候，左边竖画写得很稳。留空之后，大家看它上边的这个横折就一路圆转过来，感觉曲曲有姿态，啊，哎，一直变化下来。那么这个横折弯钩呢，是个完全动的，左侧竖画是个静的，你想这个字马上就生动起来了，啊，然后再添上里边的部分，短横向上倾斜，你看短横向上倾斜角度特别大，啊，然后下边口字把它写得特别正。就是说，这个短横又起到了一个调整内部活跃气氛的作用。好，左侧的竖画，大家看写的很稳。下来，哎，他写这个横折钩的时候就这样来了，一路圆转，这个没有顿的动作。挑出去。把横画向上倾斜，接着它这个趋势向上倾斜，然后把口字写中。啊，那么这个笔画与横画就起了调节整个同字，使同字显得活泼而有趣。哎，这是他在处理这个外框的时候一些办法。那么咱们也可以用他这个办法，但是。这样书写的难度，比咱们单纯的就是把它写稳了写过一个来，难度要大得多。你比如说，我写一个，我把它写稳，啊，我只要求把它写稳了就行。大家看，我都把它写平。你单独看这个字没有问题，大家看跟这个字一比，两个一对比，你马上就会发觉这个字。比下边这个字要生动得多，啊，那么颜真卿就这样写，他就这样处理，啊，好，大家看这个同字啊，他把他的这个横画写得特别宽，那么左侧的竖画跟右侧的竖画都撑开，哎，就写得很肥，啊，那么这样的姿态呢，就是类似于正态，就以正态示人。他在处理的时候，把里边的空白留的相对的大一些，这样里边呢就显得活泼一些。他把短横写的瘦，然后口字的左侧跟右侧写的重一些，那么这样就起到了一个变化的作用。好，左侧竖画写的瘦一些，然后把横画写的宽一些，比正常的比例要宽出来。好，你看它包括收笔的，都几乎在一条线上，啊，这就基本上写一个外框了。那么像这样书写的难度是比较大的。哎，横画它写的瘦，左侧短竖，这个横画也写的瘦一些，顿折过来，把四边的留空相对大一些，这个字也感觉很活泼，同时中间的空白显得。宽绰而有余。那么像这样的这种结字啊，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平画、宽结。大家再看这个同字，这个同字啊，我想让大家看的就要注意它的这个折的这个写法，就是叫圆中带方。
他在写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，到这儿转的时候停一下，然后向下走。这个停一下，它就出现了一个方折。实际停的这一停，就是做了一个小的顿笔。那么在笔画的行进过程当中，做小的顿笔，时间相对的短一些。那么这样的写法，就在这个写法，它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驻笔。好，那么我把这个同也写一下。好，竖画，轻顿，向下走。回首，一个横画，口字稍微留空，顿笔。大家看，这个颜之丞书写的这几个铜啊，让我们感觉起来，乍一看觉得不是很漂亮，但是你仔细去琢磨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啊，它这里边是有很多变化的。它有时候所出来的这种看起来不漂亮的这种味道呢，哎。很有趣，很有趣。那么，像这样的情况呢，实际上就是一种拙朴的，寓巧于拙。好，咱们再看周字框，这个秦礼碑里边就这一个字框的字，还有一些是在与其他的字搭配的当中，因为这个字有点残损，咱们看一下就行啊。左侧的这个撇呢，是出缝的竖撇。横画，按照颜体的特点，仍然是写的很瘦。在这儿顿折，下来之后上边轻，然后下边逐渐加重。上边稍微收一下，下边稍微开一点啊。短横，竖画，短横写的很收紧。然后口字向下来。因为它里边上边有部分，所以呢，它中间所含的部分就向下推了。那么整个字呢，这是它的中心线，长宽的比例还是接近于咱们前面所说的那个比例啊。好，这个我说一下就行。咱们再看国字框，国字框呢，也就是。全包围式的国字框，颜真卿在写的时候啊，也是遵循着这个长宽比例接近于三比二。那么他把外框写的很重，外框写的重，中间的笔画相对的写的瘦，就是中间所含部分要收，啊，要收不能放。啊，要收不能放，你想涂这个也是。那么颜真卿有时候他在处理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外框处理的非常的生动。你想涂这个字是吧？它上边留空，下边这儿也留空。那么整个字的比例，你看长宽比例相对比较接近，它这个字就感觉非常的浑朴，啊，非常的浑朴。好，大家看。啊，写的宽一些，比通常写的要宽一些。好，中间的笔画写的瘦劲。好了，那么这是全包围式的字框啊。那么刚才咱们就把从两面包围、三面包围，那么到全包围式的字框，全部都讲完了。那么这一类字框呢，它的书写是有一定难度的啊，最怕写呆板啊，要注意它的活泼啊，在正态当中要有趣味啊。大家回去之后啊，你对照字帖仔细去琢磨，我想大家会有收获。这一讲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